其實市場是可以揀科目不多的，我 call Conu Space 去問我的情況的時候，接聽的同事他說沒問題的，叫我不用擔心的。現在我讀的就是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這樣的，現在都在一間社企裡面工作的。我們這間店鋪即正正就是我們需要想我們的市場定位啊、市場策略啊，所以我都覺得讀完書之後其實都可以學到一些知識，讓我們怎樣可以再更加有效地去推廣出去給公眾人士。